家好，这里是小姐姐别跑，我是潘潘。短视频平台上手指舞一发不可收拾的爆红了，掀起全民手指舞热潮，各位明星也紧追潮流。今天就来看看谁比划的最好看吧。欧阳娜娜这手枪舞难度不小，不过对于多才多艺的娜迪来说当然不在话下了。如果你是吃鸡大神，听到这个音乐一定很爽，谁来数一下一共开了多少枪。宋祖儿和欧阳娜娜这对好闺蜜啊，玩起了同一只手指舞，你觉得谁更可爱一点呢？这首歌太适合两位美少女了，甜美的声音搭配清新电音，耳朵要起飞了。甜美的声音深入人心，这次她为自己的歌配上了萌萌的手势舞，这下真是可爱爆表了。到了关晓彤这儿，笨笨的跟不上节奏了，换个简单点的手指舞啊就好多了。三二一，爱就像蓝天白云，晴空万里，忽然暴风雨。手指舞既考验灵活性，也要求节奏感，试一下你就知道了，一点都不简单。各位明星都是练了很多遍才能成功的，想要成为手指舞大神，要坚持修炼哦。好了，本期节目就到这里了，想了解更多好听好玩的音乐，记得关注我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